好，另外镜头带你来看到吉安乡的图书馆，为了要推广阅读向下扎根，第一次携手幼儿园举办幼儿美语绘本的活动，邀请丰富绘本导读经验的美语教师前进校园，带着小朋友快乐唱跳学习。乡友的孩子们专注的眼神，认真聆听绘本故事内容，在老师的带领下，边唱英文歌，边跟着音乐律动，度过愉快的成长学习时光。这是吉安乡立图书馆为了推广阅读向下扎根，首次携手幼儿园所举办的幼儿美语绘本活动。当然，希望我们阅读的推展能够主动性的走入校园、走入家庭、走入社会。所以今天我们的阅读列车回到了吉安乡幼。希望我们的幼幼小朋友们能够带来阅读最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精彩以外，也成为人生里面学习的最好的一份老师。尤淑珍表示，乡公所近年来深耕阅读教育，不仅主动走入校园赠送孩童绘本图书，在乡立图书馆的硬体设备也极力争取活化，创设阅读糖果屋，更办理部落客家母语外语学习等绘本导读活动，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带动创意阅读，培养孩子专注力及思考能力，也希望小朋友们能将故事带回家中分享，透过绘本导读凝聚家庭情感。记者徐立勤，吉安乡报道。